里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歐洲國家杯八強啦，嗱過埋今晚咧，我哋就知道四隊啦。嗱，我都話咧上線，即係上線咧，嗱今晚就係德國對西班牙啦，咁啊葡萄牙對法國啦，下線就荷蘭對土耳其啦，啊瑞士對英格蘭啦。我見到我哋老友雲納良話：，哎呀，屌你老味閪！上線贏緊啦，即係只要入到決賽，無論邊隊對邊隊都係上線贏。會唔會打到熱血沸騰？唔係嘅，唔係，唔好講無論上波仔一場場嘅，嗯，就算。屌你老母！你越打越好，越打越好，打到好撚勁。譬如法國咁嘅決賽，或者西班牙嘅決賽，然後遇著佢好撚閪嘅英格蘭，嗯，冇論其實，喂，當年希臘啊，真係第一招咋？你2004年你有睇波㗎啦，水手咯，水球咯，屌你頂你咯，一招㗎咋？嗯，第一場睇佢咁樣咯，知道咯，入咗淘汰賽，過都知啦，去到八四強過都知啦，咪結果一隊一隊明知佢係呢一範嘅。做屌你咩法國啊咁啊，全部賴嘢咯！最後葡萄牙，屌你老母閪！我上次俾你飲乜嘢主辦國喎、啊，開幕喎、啊，今次我醒目啦，結果佢都係死守你，都係一招屌你個底線斬出嚟頂你，搞撚掂呢球，跟住又個就有死守啊！所以好難講嘅，冇話上線必贏，下線必輸，亦都冇話西班牙必贏，德國必輸，總之打過先知嗱，呢、這個就好睇啦。今晚咧就冇辦法啦，仲話頂唔順都好。都係要兩場睇曬嘅啦，即係冇得睇一場嘅啦呢啲波，屌你老味！好啦，嗱喺講呢個波之前咧，首先咧講下羅馬尼亞，羅馬尼亞大冷漠俾荷蘭咧射咗三球。嗱，其實咧我今年對幾隊咧啊球隊我幾有好感嘅，斯洛文尼亞、斯洛伐克、羅馬尼亞同埋奧地利呢四隊都出曬局嘅，特別係咧應該講啊，羅馬尼亞同埋啊斯啊嗰晚輸嘅奧地利啦。老實講，你話如果我覺得我唔知個技術水平啊，我冇得咁樣去評啊，每一個球員啊，每一隊咁樣啊嘛。我覺得最好睇嗰晚咧，屌你老母16強啊！我反而覺得係奧地利到土耳其喎，我覺得成波好撚堅喎，即係兩隊波打撚到盡，而且早入波，嗰、那個又係咁追你，又好多中柱啊，即係好撚有球味啊！點解我哋屌英格蘭、屌法國屌得咁勁咧？因為我哋知道呢班球員個能力噶嘛，本身，屌你打乜撚嘢啫？啊，好啦，咁羅馬尼亞我都係幾好感㗎，雖然我又輸咗荷蘭，即係咁就3-0啦。但其實開頭嗰段壓撚到荷蘭啊，幾哇都你都拗拗地底啊，真係嚇。咁羅馬尼亞咧，嗱今次有另一單新聞啦。咁我唔知咧，咁耐以嚟咧，嗱日本國家隊咧就踢完波就成日去執嗰、那個啊、金衣山，啲有啲人又話係扮嘢扮乜撚嘢啊？咁你即係付出㗎，係啦。咁你為咗扮嘢，執咯。喂，人哋扮嘢係扮嘢啊，人哋係為咗國家形象啊，擺明係啊，咪你去執咯，唔撚使執啊，係嘛？好啦。仲接埋個紙殼寫埋字喎、啊嗯我又唔知點解冇球隊去仿效嘅，有喎、啊，羅馬尼亞竟然喎、啊、一樣做呢個動作喎、啊。好啦，輸俾荷蘭之後，正式結束今屆嘅歐國杯之旅。日前佢哋上載咗喺比賽後清理好更衣室嘅照片，而且留低咗一封對一封信，感謝信俾德國嚇，即、就是、主辦國啦。咁而家歐洲足協同埋球迷都熱烈讚賞嘅，啊！咁佢喺封信度咁寫咧，咁樣寫嘅羅馬尼亞，啊！對於我哋每一個人嚟講咧，2024年歐洲國家杯一次難忘嘅體驗，我哋好高興今次比賽喺德國舉行，每一場比賽、每一種激情、每一次經歷都令我哋凝聚喺埋一齊，感受到足球嘅魔力。我哋帶住全力以赴嘅心態離開德國，並對喺呢一度度過幾個禮拜嘅經歷咧深表感激。最後，能夠成為歐洲足球嘅大家庭一部分係我哋嘅榮幸。嗱，佢哋16強出局，咁但係原來已經係佢哋24年嚟喺國際賽入邊做嘅成績喎。哇！我計一計先，即係而家2024年，一計咁即係2000年以嚟，因為喺我成長年代咧，羅馬尼亞從來未勁過嘅。但係喺90年代咩夏傑啊、彼得斯古係一段中，係杜米達斯古啊，係一段中興時間嘅。OK， 係 OK， 但係當然都係。16強、8強咁樣嘅水平啦，咁啊，咁原來就借咗咁耐咯喎，啊，咁但係今次我覺得羅馬尼亞
幾好嘅嚇。咁、好啦，啊分組賽你諗下喎，喂，屌佢好似首名出線嘅，係四分咯。四分噶嘛，比利時係四分啊嘛，係啊，跟住係啊烏克蘭又係四分啊嘛，不過排第四，係啊，啊即係咁樣係嗰組壓到比利時喎，都算係咁樣啦，係嘛？跟住有隊斯洛伐克好似係定第三啊。好，講波啦，講今晚啦，嗱、啊、今晚咧首先12點球盤就西班牙對德國，嗯，啊3點咧就係、是、啊葡萄牙對法國，好啦。西班牙對德國而家出邊點賣啊？一般人係咪睇好西班牙啲嘅？睇波應該差唔多。嗱，你問我啲人話，喂睇落去西班牙好似好順暢喎、哦。點講咧？呢兩隊波咧，嗱你太講嗰啲往績就冇乜意思嘅，特別係近年往績，因為換人換得多，呢兩隊都係一隊新方起嘅波。你問我都係西班牙緣目啲嘅，成個表現啊，個進攻啊嗰啲啊，但係而家對住呢一隊有主辦國之嚟嘅德國，嗱，我覺得真係難嘅，誒邊度都贏得嘅。你如果要我估進級啦，係進級德國，我憎德國㗎，我中意西班牙多少少，我憎德國㗎。嗯，咁但係而家呢隊德國又唔係以前對德國閪撚到冚家產嚟啦，即係直接係奇連斯文。奇連斯文將成隊波咧個風格改變咗，之前真係老謀心算嘅嚇，嗰時真係好撚閪嘅。咁但係有好多球迷咧，即係我哋中意激情啊嘛，咁好欣賞嗰種紀律啦、計算啦，因為足球都有涉及呢啲嘢噶嘛。咁、我哋梗係中意巴西咁樣，屌你個人技術啊、澎湃咁樣啦，係嘛？咁啊都難估啊，即係揀要估出線嘅，因為我係憑住一點嘅啫，西班牙從未擊敗過主辦國呢一點咯。嗯，即係我係信數據，但係記住啊，各位數據係我嚟破嘅，嗯，成日都係破噶啦。係、啊，法國對葡萄牙就真係難鳩搞啦，呢兩隊，兩隊都係真係有好嘅球員嘅。係，屌你有乜可以踢到咁撚閪啊？真係好撚難估。但係你問我再估落去咧，咁我個人啦、啊，我希望阿斯朗可以再踢，繼續踢落去咯。所以我會估葡萄牙嘅嗱，斯朗其實斯朗而家未入波嘅喎，喺今年賽事。係今晚入。啊！但係斯朗今屆嘅表現咧，即係喺作為一個射手啊、我琴晚聽啊，我琴晚定前晚聽阿高佬嘅節目講，佢喺度數有邊一隊嘅正前鋒有佢咁嘅表現啊？即係唔係淨係計入波啊？個 class 咁我覺得比較近啲啦，加保啦踢得唔錯啦。係嘛？咁法國呢一班後衞真係好難講，其實真係五波呢兩隊，其實今日真係兩場波都好難估。不過我係有啲個人嗰個喜惡啦，係嘛？實在太撚閪啦！你法國屌你咁樣，我又唔中意麥巴比，都唔緊要。咁麥巴比對斯朗已經好好睇啦。嗯，正啦。即係斯朗係麥巴比嘅終身偶像，到而家麥巴比都係最中意斯朗嘅。嗯，終身偶像。咁但係對女啦，係嘛？真係難講啊！所以呢啲今晚真係唔使瞓噶啦你點睇啊？哇！德國啊，德國都係，但係西班牙就大玩好啊！西班牙出線我又唔會覺得奇怪喎。西班牙打好啊！呢兩隊其實呢四隊你是但兩隊你都冇得講噶。哇！真係好難講噶啊！跟住嗰場咧，法國，你法國，咁我葡萄牙咯啊！其實真係好難講。好難。好難講啊！法國啲後防都唔差嘅，啊葡萄牙啲後防都唔曳啊！我係驚阿比老得滯咧，上次俾人放，因為葡萄牙個問題打多咗30分鐘，嗯，即係但係都唔係太重要啦，係啊，好啦，跟住咧英格蘭對瑞士真係正啊！屌你老味，濕褲機！你問我咧，計表現嚟講，就瑞士真係冇得輸。計表現嚟講。咁但係你可唔可以呢一場佢表現好咗咧？英格蘭可以噶嘛？可以閪波都可以贏噶。係啦，但係你講老實講，你問心嗰句，講隊波嘅質素咧，就一定係英格蘭高一格嘅。嗯。對射成隊波嘅質素啊！你話我想邊隊贏咧？其實我甚至乎想瑞士贏多啲嘅，因為我真係想格力沙加即係試下捧杯。但格力沙加贏咗瑞士，佢係咪贏到荷蘭？係咪贏到即係瑞士係咪能夠攞到冠軍咧？
英格蘭不同喎、啊，英格蘭佢贏到呢一場入四強，佢真的有權贏荷蘭贏對面嗰隊噶嘛、嗯，因為佢本身嘅質素有啊。係，喂，即係難講啊。講而家講估啊，真係唔係我上邊隊啊。我都估英格蘭晉級嘅。好、oh ，我都係估英格蘭晉級啊，你咧？首富基英格蘭。係啊。都是古英格蘭晉級的，他有命，有好命啊！係踢到好撚嗨，但最尾出線。他好命啊！他起碼嗱，老實講，如果睇波出線，嗱，我話咧，如果入到入埋四強，有撚有招撚職噶啦。嗯，嚇、啊，即係老實講，你而家啲人點屌佢都好，即係我哋屌阿東佬，佢啲攞我出嚟屌你老母上屆世界盃第一屆，即係第一次，即係2016、2018年世界盃四強，2022年世界盃八強輸俾法國。嗯好嘅，十二碼唔入個中間仲要，跟住歐洲國家杯入決賽。如果今屆又入埋四強，或者甚至乎決賽嘅，你冇得話佢唔係屌你老母近幾近五十年近半世紀最好嘅領隊嘅喎。有揾啦，用成績嚟睇就係嘛？係，但係真係好撚閪喎。嗯，你大家你自己上網睇翻啲片段，你睇下96年，我唔講96年對英格蘭嗰隊係勁，咁佢96年係勁嘅。係，其實90年都勁嘅，梗係勁啦，梗係勁啦，又華度又勝啊！你就算睇下86年啦，班尼斯連尼加都係勁。嗯，即係粒神，屌你呢隊真係好撚，其實呢隊人腳都唔係閪喎，你真係唔知點解可以踢到咁撚閪喎。係咯，咁先閪嘛講，真係好撚閪啊！但係我都估英格蘭入四強啊！啊，上屆就瑞士射12碼贏咗法國，跟住俾邊隊淘汰？係咪又唔係英格蘭？我唔記得咗啊！嗱，英格蘭上屆就贏丹麥入決賽噶嘛，唔輸俾嗱好似係輸俾意大利啊！英格蘭就贏丹麥噶嘛，嗯。咁八強對邊隊咧？英格蘭上屆真係唔諗記得咗，佢即係就係去四強就對單贏丹麥噶嘛。嗯 ，OK， 好啦，荷蘭對土耳其。哇！唉，其實咧，老實講啊，又唔係話贏緊嘅荷蘭，即係你個名大啫。不過你睇完佢上場咁樣咧，即係嗰個狀態咧。都是荷蘭的，荷蘭對英格蘭醜睇啲，如果土耳其對英格蘭，屌你老母咁好揾英格蘭，佢就係話土耳其對英格蘭真係未必贏到土耳其喎，真係好撚勁喎，真係黑黑撚佢嘅喎，不過對賽成績都好似都好似英格蘭高嘅，點都點都要對下啲強隊啊，荷蘭啊，即係我嘅 tips 啊，荷蘭，英格蘭，雙牙就變咗德國葡萄牙 ，OK， 你就荷蘭英格蘭，德國法國，其實我都覺得德國法國，其實即係法國同葡萄牙咧。其實老實講啊，如果你話今晚結果係西班牙、法國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土耳其、瑞士，我唔覺得係爆嘅。你去到八強啦，嗯，好撚奇啊！不過我起碼就變咗弱咗咯。屌你老母，決賽屌你老母，土耳其對葡萄牙咁，你梗係冇咁強啦，係嘛？咁解啊嘛。嗱咁即係嗱，記得聽日嚟買嘢啊！咁我哋星期日咧講埋星期日朝頭早對波啦。嗱，烏拉圭好撚勁嘅。烏拉圭嗱，佢就會對巴西。淘汰巴西，咁我梗係希望巴西會即係打得好啲啦，即係提起個信心啦。點解我好撚驚個世界盃入唔到嘅？這個杯就好撚行。咁但係咧，我睇翻打得好嗰啲嘅，但係睇翻對哥倫比亞1-1嗰場波咧，巴西咧其實真係都冇乜板斧嘅，真係冇乜特別板斧嘅。佢普遍個法都係有嘅喎，咁普遍都係好波，我哋都識噶嘛。佢前面嗰扎友，但係佢又呢一扎友。佢就打唔翻，即係你啲師兄嗰啲咁嘅絲絲入扣喎，冇嘅喎，嚇、啊，即係睇下點樣啦嚇，咁啊有少難講嘅，你好似阿根廷咁，屌你美斯咁啊射12碼又唔入，嗯、又係靠馬天尼斯，嗯、即係而家你睇翻轉頭咧，喂美斯真係要即係醒下馬天尼斯，唔係馬天尼斯，佢第一個美洲國家杯贏唔到，第一個世界盃係贏唔到。嗯今天都被人出賣局了、嗯、所以足球都不是一個人踢的成日都是這樣說的、okay? 好那下星期再見拜拜